我们终于回到了这个地方，在中大概距离现在大概都。哇哦！我有种恍惚，感觉真的是女团哦，是吧？我感觉我们真的是一个团的。哎，咱们这个拍子就是它。 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没有觉得那是我们的主题曲，但这一次就是很有仪式感。大家都是对自己来讲那部分是非常棒的，只是说咱们要配合各种调度啊，然后舞台呀、灯光啊，很有那种信念感。当你在听到 VVS 的时候，其实承载了很多回忆，能想到很多。很难得的跟几个不是同一个团体的女孩子一起表演了一个很类似团体的一个节目，就蛮奇特的吧？这个体验，就是今天要成团了，然后跳了成团舞，我们几个人是一个团体的感觉。VVS 其实算是爆裂舞台的一个主题曲，音乐放起来的时候啊，还蛮振奋人心的感觉。爆裂的舞台一直在，我输了才算。VVS。 大家这次应该会是一个很炸的舞台，会有梦回最开始那个一镜到底的 VVS 的感觉。大家真的确实都是来爆裂自己的，有那么多想要做舞台的女生，我觉得太幸运了。